婉婷、安安、生母安安。哎、欸，他跛了？对啊，跛了，不抓吗？他跛了。对啊，跛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一起吃蛋。啊，我没有了，帮我丢坑烟。有了，蛋破了。哎、欸，大胸彩龙哎、欸，有没有想法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只是单纯想打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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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刀是吧？我先让我找个巨大窟窿在哪里。有吗？我都要狂。在这边，不应该在、下面。巨魔的奇面族，如果用掉了，还会再出现吗？会啊。会。哎，我不知道啦，我的那个，我目前玩起来都有啦。OK OK。你撞我，阿才，白痴哦。打错人，好，被雷龙。对啊，不是说大熊仔吗？我这在一起哦。你就不要给我劈错，你真蓄力劈错字我就骂你。啊，不是啊，他刚不是另外一个说要打飞雷龙，我问一下啊。啊，有吗？好不友善哦，我要睡了。你要睡了，这么早？真的太不友善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巨人无双，我看到了，好大！阿才快跑！阿才快跑！阿才！哎呀，阿才啊！阿才，你还太年轻了，阿才！才哥还想跑？哎、欸，才哥！你那不是跟什么兵哥语录？才哥语录？冰哥，嗯，槟榔那个吗？我知道啊，冰点点点油，出现一只蛋，飞雷龙和钢龙，三回。啊啊！柴哥怎么倒？柴哥没倒啊。啊我看他翻哦，翻肚子。啊！欸啊，阿才更好，阿才，多吐点，阿才中他，阿才，开的不错。森林升等了，彩哥被劈到变瘦了，
接跑了。这样劈死阿才吗？这一次是都可以抓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已经可以抓了、啊。那你要不要抓、啊？可是你有缺阿才的材料吗？没有啊。对啊。土沙龙诶！呀，躲他！阿土伯，我说这边咬鱼可以啊？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咬鱼可以打，很可惜。对啊，没有鱼龙种啊。那、啊、这只兽龙种就醒得很慢，它是比较菜的兽龙，是。想到我那时候只是路过，被那蚊子咬了一下，快笑死！想从后面扁蚊子，被它屁股刺到，它也会剑切，跟你讲，剑切。就送你过来啊！就送你过来啊！摇什么头？对，你开头就在你聊天室刷零了，跟你讲。哎呀，爽了一瞬。断了，断了。黄路线吗？对，黄路线。啊！哎、欸，保龄球啊！是。哦。
只能享受了。哎，啊，行动，有没有？叮。发射哟！啊！我今天才看完毒妖鸟的怪物生态。哦，那个我也看完。我以为毒妖鸟他做过了，然后再回去看，原来是霞龙。那图那图长太像了。霞龙跟毒妖鸟长得很像，好不好？你要去看那个封面图，差蛮多了吧？你去给我看。看什么？我不是很在讲你。你就是不懂啊！你当然就是不懂，才会在笑我啊！靠，两只就差超多、哦。不是，就跟你讲说封面图极低能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爽了，我来来来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挂机，我挂机，我找给你看。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不是啊，吸到不行。就跟你就在跟一个云观众聊天的感觉啊，很累呢。啊、就真的差很多嘛！啊，我找我找我找，哎、啊，他是要跑去哪里？是啊、哦，他是不会跑去找跑繁星的吧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哎、欸，他跑去找你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是快挂了吗？掰卡啦！哦，去滚！哦，他去滚泥啊！这可以抓了吧？他怎么又有熊火龙？拍照。然后他们家每周一在玩麦块，可恶！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我每周一在玩麦块。我被排挤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是谁冲啊回？啊，五八。来，你看这张缩图。哦，又我了，我要晕了的。你该不会等下火打一半，突然火龙掉一个东西捡起来是惊叹号吧？火龙，我确定打过了。惊叹号！哦，不对啊，这个就是霞龙了。对啊，我知道是霞龙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当时就是没有不知道霞龙是啥小啊，看缩图想说霞龙，好，不是世界的我就没有兴趣了。然后很像舌头那么长，眼睛又是这样逼成圆圆的，快挂了。爽起来！爽起来！毒妖鸟，好皮呀！
的，差超多的啦。图哎、欸。对啊。你去找一个没玩过《魔物猎人世界》的，给他看，不，只玩过《魔物猎人世界》，你给他看这缩图，这是什么龙？不是啊，所以问我不准啊，他就超级不像哦。好、哦，真的很难沟通哎、欸。就跟你拿如怪龙跟俘虏给我看，我会说两只长得不一样哦。我也会说一样哦。打毒药鸟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他这么累的脸呢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跳，你干嘛？你去吃石头啊！你去吃石头啊！啊，撞！后面怎么有三只倒了在那边抽搐？他刚想吃他们啊，他就往他们撞啊！笑死！听到他们突然看到有三只在那抽搐，待宰羔羊，碎啦！又完美回避了。碎啦！哦，舒爽。什么舒爽？我把猪断了。副区结束了，觉得差蛮多的，啊，就只玩过《魔物猎人世界》哦。结束话题，反正我赢了。原来如此吗？对，直接发表胜利宣言。嗯，直接宣布当选。可以是，厉害。哇，他吃过爆裂果实。嗨，火龙。啊，火龙又来撞我。火龙列车，冲啊！冲得好。对，不接受反驳、欸，也不接受验票什么的。毒药鸟列车冲啊！继续列车是吧？啊，等下另外一只也来是不是？哪一只？哦，是吗？角龙。好好好好。太妙了！哦、没九桃。啊，我有，但是我要唰起来了。因为他跑了，哎、欸，哇，这边有一只灌土龙被撞死了，好可怜哦。所以林佩，你有玩其他系列的哦？我靠，我看到火龙瞬移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！啊、你们还在留恋那边吗？没有，我在捡。我还没捡完那条路，加一，拜。我捡完了，叭叭叭叭叭叭叭。
什么要推这个？嗯，不想让你剁，可以吗？有没有很明显？感受到而已，感受到而已。很看他脸都红了。别我盯了欸，因为有盯了，你让我丢脸，你让我好丢脸。快跑，阿毒，快跑！阿毒后面比较痛，阿毒，快跑！阿毒，不要跑！都会挂，还会挂，当然要跑。看吧，叫你先打后面那只，你不跑。怎么还有一个这样？再抓一次。不去效果结束了啦。我跟你刚跟你讲了。啊，你在讲吗？你要不要赌？不要。任性。他走哪里啊？睡觉都应该同一个地方吧？对，他只是飞爽。哦，还是要飞就对了，硬要飞呢。啊，是不是歪了点？你好歪哦！你解除陷阱吧，不然放不了啊。好，我解除中。啊，他就回来了。你在碰世界之前根本看不懂你在干嘛？啊，你怎么说差超多？你不要去搜寻霞龙哦，你去搜寻霞龙的图是不一样的哦。可以不要再这个话题了吗？我都赢了，你们这些不服输的人。调查报告。还敢狡辩？怎么还敢狡辩？你也是说那个什么龙跟什么龙很像啊？我没有说很像啊，我说不一样啊。不是啦，明赤龙跟火龙很像。啊，我没有说很像啊。我去偷看他们在开什么。哎，我不等了，还不在。你五等了，那去你的吧，那去你的世界吧。啊！祭祀员掏空，怎么祭祀员掏空？我帮古代后面还是会被射了，被炮飞啊！啊！你看又来了，我后面有判定是吧？有啊。啊，是还要打啊？你们要打什么？就是他来打我啊！哦。啊，想说不知道换开几超的，对啊，回答我的提问，没有啊，我现在就跟某个人一样啊，你姓神吗？答非所问，没有内容，没有内涵，无聊，完蛋了，可怜，可怜，可怜啊。还是要先结每日再去打那个。哎，妥协了吗？都可以。啊啊！你看，光是那个舌头、那个眼睛，怎么看都像毒妖鸟啊。反正我赢了啦。你比较赢啊，我知道。哭啊！去迎接我的探险队。
不要先捡每日还是先打？打每日啊。好。去挖两次草啊。草啊，挖草挖草。更变装备。奈斯上线是能玩的还是不能玩？哎呦，奈斯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是是是是，还是怕跟我们玩？还是怎样？我去打个字。好，奈斯已经准备 OK 了，加两个还是偷听你们在干嘛？你是说项目吗？是我。哦。对，我刚刚去找来的。你没想到是你。哎、欸，不要啦，那个先做多一点，你再干走，你再干走。好。我把一些好用的建材都种在我们附近。我来偷听隔壁他到底在干嘛。这样。哎，我们帮那个杰克盖的隔离房。被他们的小圈圈排挤了。对啊。完全没想到。铁炸用。铁炸来。那是牢房吧？贵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用玻璃玻璃呀、啊，玻璃罩子。看我已经慢慢这二十天在猎龙猎到已经跟他们淡出了。还是我们要原始一点的做法，用木栅栏，然后给他弄成一个。好啊，回来了。好，然后一点玻璃啊。不然这样好了嘛，下星期会。你超难玩，一直掉。钓鱼啦，没有办法啦。那你先去挖，我们帮你改。不要黑曜石，因为有人说黑曜石关杰克太坏了啦。坏，坏到爆哎！太坏了，他回来半个小时。不喜欢。感觉他这么这个是之前他们一起讨论好的，所以我应该也不会没办法中途进去的那一种。还想介入别人？没有，我只想蹭流量、蹭人气，怎样？攀大腿，怎么样？有一场啊，看，栽啦，交易传来了，蛋姐，哎呦，接了吗？接了，我刚不在。
哦，玻璃一些。有人偷懒，抓到了。继续去偷听台。都在找自己家到底在哪裡。居然！哦，山木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把山木带回来。没关系，我再多挖一点回去。哦，好好好。要一口古龙。打四套吗？不能死哦。嗯。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好耶。吸引仇恨报仇金到底是啥小啦？对哦，我问一下那个龙，那个啊，生命保险和报酬金可以同时存在？不行，不行。嗯，那我昨天怎么看人家开台？啊，所以他有触发两次吗？ 是啊，一个是第一个是报酬金，第二个是生命保险。怎么可能？哦，难道真的可以？那我吃报酬金看看啊。好啊。那我看他开台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吃。我们现场实测。我们现场试吗？那有吃餐券吧？我吃啦。我吃生命保险的、啊，我吃生命保险啦、啊。好，来报酬金啊！现在是想触发三次就对了 ，OK。因为我没有报酬金啊，我只是说吃生命保险。来，我们开场直接去送两次，送他。这么送的吗？我们有实测精神，这一定要送。啊，谁死最后一次就怪他。我也想说，他们在那时候在打那个钢龙，我想说一个死了，然后跳一个是报酬金，就另外一个也死了，然后跳生命保险。是同时吧？没有吗？没有，不同时，相隔大概有20秒以上。那走了。所以才有这个疑惑啊。两个。
石头。在他前面了，那你去死吧。啊，还是死。啊，是。这是什么猫？哦，三猫主。咖啡猫，你真的是咖啡猫吗？啊 ，Hello， 怎么哈？有没有想吃那地雷虫啊？我等一下人在哪里啊？直接开干吗 ？Hello， 可以啊。欸，很上面呢，从一号营地是比较快啊。没有啊，这边啊。欸，下面啊。他要过来，是。哎呦我靠！不错。打，还挖，还挖。没人要撞啊！喂，我撞吗？我撞上去直接胀气了呢。哦，你没塞那张是不是？我塞那张要干嘛啦？我塞那张是少了广域化了呢。好啦，我撞啦，我撞。好，我来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看，我是接近他就死了。Whoa.